介绍了几个地方。对，你们要试喝一下味噌汤。好啊。那你喝一下，就是一般在乡下家里煮的味噌汤。这是很少见的嘞，通常登山步道，大部分都是纯粹就是走步道。很多年轻人过来看。他们卖的一些气泡饮。红茶。宝宝要喝吗？不要那些孩子。我们现在是在省议会，就是在台湾省的省议会，现在叫做立法院议政博物馆，啊，后面的就是现在变成可以浏览的公园区。宝宝，我在照你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宝宝你熟吗？第一次来啊。第一次来，好。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然后因为我们下午的雾峰林家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我们先趁着空档时间先到雾峰林家旁边的这个旧的前省议会，我们来这边参观参观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个小水池，有鸭，天哪，有鹅跟鸭。从正面看这个议事厅，殿前两座狮子围栏的站立，应该是代表什么？捍卫民族的意思。省议会大厦奠基纪念，在民国46年3月3日奠基的。刚好你出生吗？是在我3月8日。你不是2月6日？3月8日。这边就是站在我们的省议会大道，就是刚刚介绍有两个狮子，他们那座大楼的正对前面的大马路，有一点类似台湾大学的椰子林大道。到了台中雾峰林家，一进大门这边非常有古意的建筑，这个属于雾峰林家的平面图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入雾峰林家。好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好，现在我来到这里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大门的最上面写着三个字，宫保地。排队进去账房那、这个要缴准备上缴店租啦。那这边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？第五进，一般古时候女性住在里面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他们的活动地点就是这一块天元之地。好，我们刚才从外面进来到这边啊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是有跨过两个形状还蛮特别的门，一个方形的另外一个圆形的圆为规，方为矩，加在一起就是什么规矩门。就是希望当时看戏的这些来宾啊，你进到这个门看到这两个形状就记得要干嘛遵守规矩啦。那个蔡依林她安室奈美惠，我原来这边拍过 MV 的这是您家古式的厨房。我们现在要到林家花园的位置来看，现在我们从楼梯往下走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他们的林家花园的布置，事实上很雅致。这林家花园的水池严格说起来算蛮大的，而且中间有立一个岛。我们现在要准备离开雾峰林家的说明的会场。爸爸，你觉得今天收获怎么样？第一次体验蛮棒的。
对，觉得今天的收获蛮多的哈。然后你今天也很专心在听，比我还要细心。因为到高美湿地看夕阳还有一段空档，我们现在就在附近的 Outlet 先逛一下。在我的感觉好像我们看到林口的 Outlet， 好像 Outlet 的长相都差不多相同的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区域，前面是美食区，先看一下外面的台中港外贸。Outlet 也有摩天轮，我们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过。搭乘美丽华摩天轮，讲句实话，我有点惧高症，所以我不太喜欢去这个摩天轮，不过还是去尝试一下，挑战娃娃机第一个，美丽华第二个，室内第三个。娃娃机看到目标物价下降去抓，好抓，快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往摩天轮入口处出发，行吧。没有，可以居高临下看风景了。居高临下看风景，好，前面爸爸特地让出个位置看一下，现在在制高点了。台中港，看一下台中港。刚刚看了一下奥莱的他周庄所做的，我真的要给他们竖个大拇指。又有太阳能发电，又有风力发电，所以真的是绿色电能做得非常好。哦，すごいすごい！摩天轮已经在慢慢下降中了。其实它旋转的速度算很稳很慢，没有什么感觉。对我来说，没有让我产生惧高症的问题。第一次的摩天轮的尝试，感觉上应该还不错。啊，宝宝第一次的感觉怎么样？良好，感觉良好。第一次搭乘摩天轮的感觉，心情很平静。台中港的关系怎么样？这边才变成湿地。以前那边是还是海。所以这是填沙造成的。我知道，他讲的原因我没有注意听到，因为坐台中港，因为才变湿地。待会我们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看。木栈道。木栈道，好，这是木栈道。一路顺着木栈道，要往高美湿地的比较深处的方向走。好，在木栈道旁边就是湿地，可以看到有很多小螃蟹。这边有一个岔路，分流人去向跟回程，湿地湖面非常广阔。这边也是，这里风力发电可以数数看，总共有13支的风力发电。一路上走都是广阔的湿地。高美湿地的快到尽头了，快到尽头了，我们再加油。
到了尽头，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下去去走湿地。苞米湿地的终点站，四面八方非常辽阔，心情非常开心。我们这边等着要看夕阳，不过今天的天气云层蛮厚的，所以应该看夕阳的可能度并不高，而且它有限定，待会木栈道关闭，6:45要关闭，所以我们这边再等一会儿，也要准备要回程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往回程走，后面呢就可以看到云层所盖住的夕阳，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红色夕阳，夕阳红有点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离开高美湿地了。红红地方照到，好，用夕阳来跟我们作伴。欢迎各位订阅我的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赞，分享，谢谢。やった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